对，没有了，如果不这样以后就没有了，不要钱，你们都是有困难的人，你们要互相的礼让。你每天喝水怎么搞？喝水？哦，医院有水啊、哦？哦，医院有开水。哦。对对，就这样领啊。有秩序的来啊，好、啊，补放啊，补放补放补放，都有都有都有，保证都有啊。这就是一些打工的呀，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住处啊，很多人都说他们平时都是捡垃圾桶里面别人扔掉的剩饭吃。跟我们一块那个记者，他是长时间就是跟进这个人群，我就问他是不是他们吃捡垃圾吃的，你亲眼看见没？然后他就说他看了好几次，他拍了个照片给我看。